干嘛呀？正好正整噎着，你再吃面。那儿就是那个庙口。这个隔离丢进去吧，丢进去，丢进去了，嘿嘿，一下就是了，丢进去，给你丢进去了。这熊猫看来都是僵尸性格。那不刚说的。没事，就这样。熊猫安稳动啊。太近了，我听不太多。听我都不听。我看黑眼圈能动，就黑眼圈也能。哎，熊猫，熊猫见了眼可大了，为啥不是多大？它是孩子。好吃不腻的，现在哪个能大？肯定。对不对？这熊猫也吃。熊猫吃。不行。俺家的也是不是可灵了，还黑着，黑一下午还吃。不吃它冬面，吃了我就去塞，它在塞不要了。它啥还有呢？还有唱的点。我说，谁上谁唱？他不上你谁点？谁要摇唱？妈妈，这都是养错的。看见吧？看俺这老命。不是一个姿势不懂，走。姐姐看着，不要在那儿肉了。看我。你看这儿了，他这儿了，大熊猫。